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哦。那我们今天来先各位介绍创世法王系列第十二个小项目哈。那因为常提到这个弥勒下士哈，弥勒佛成大法啊，我们也就是今天来谈谈这个布袋和尚的感慨哈。那事实上为什么来谈这个布袋和尚的感慨呢哈？因为就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布袋和尚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呢，然后呢，大家也常常看到他的雕像哈，不管在店面里面很多的地方，寺院里面是一样哈，一进门就是这个布袋和尚哈，那这个笑哈哈的布袋和尚，肚子大大啊，背个布袋的这个布袋和尚，我们为什么说他有所感慨呢哈？好，那从他的那个一首偈哈，就是他最后临终前呢，他示现给大家哈，留给人类啊这个世人的一首诗哈，我们先读给大家听哈。他说：“弥勒，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四十人，十人自不是。”哈，我想他呢。事实上他因为没有所谓的弘法普渡哈，并没有所谓的做那个渡人的动作哈，所谓渡人就是把一个人哈从一个凡夫俗渡到哈出三界以上的境界层次啊，我们称为渡人哈。那今天能让一个生命哈，一个人啊能够修出三界哈，现在说实在已经不容易找了哈，不容易找。但是圣人出来的时候，这个弥勒圣人真正下世的时候，这种事情呢，就变成很轻而易举的事哈。那我们在谈这个布袋和尚的感慨呢，就是从他的这首诗里面呢，他明白的跟大家讲，当弥勒、弥勒、真弥勒出现的时候呢，他是分身千百亿的哈。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分身哈，那时时四十人，十人之不是，常常出现在我们现代的人的面前呢，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就是不能认识到这个就是弥勒哈，弥勒弥勒哈。那我们常跟同修讲啦，这个目前呢，创世主弥勒圣人在弘传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啊，事实上大家就是华子弥勒，因为师父是弥勒祖佛哈。那我们在弘传他的法，我们就是华子弥勒哈，弥勒的华子哈。那事实上这么多的上千万的弟子呢哈，所以呢上亿上千万的弟子呢都讲都是承传弥勒的这种旧。度哈，所以呢分身千百亿呢，这有这么多的弟子呢，在讲在弘传他的弥勒的这种真相哈，弘传普渡就对了哈。但是呢，这里他很感慨的，十人十十四十人十人自不是哈，这个可能表现出来呢，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哈，这奇怪哈，这么样的去弘传介绍哈，每个人哦都去弘传介绍，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认识呢？这个就讲到他看到现在目前呢，他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的弟子里面哈，出现一个状况啊，就是这些弥勒佛的这些真正的弟子啊，他们的这些学员啊弟子啊。他既然不敢跟世人讲他们的事物是弥勒哈，这就非常非常奇怪的大事啊，以至于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呢，他亲自在他这个纽约的这个山上有一个叫龙泉寺哈，那这个龙泉寺呢，他呢特别呢在这个他有三个大殿哈，在第二殿的前面呢，他这样
设了一个碑哈，这个碑叫肉桂念签，其中呢，这个里面有一句的经文，有一句话哈，就是传道啊入三界称弥勒之佛城，他当然是讲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他就是传道啊入三界称弥勒之佛城，以弥勒之佛城大法哈全球普度哈。那佛城大佛正道，我们都跟各位讲，这是用佛的国语修起的法哈，所以这是对一般来讲世人来讲，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但这些佛教徒们呢，也都大概知道有这回事，可是呢，不敢相信呢，这个弥勒圣人已经在人间弘传他的佛城大法了。那在这种情景之下，这个弟子不敢跟这些我们的世人哈，我们这些全球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介绍他的师父就是弥勒圣人哈，就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根本没有人知道弥勒下士哈。哇，这件事情这么严重，以至于这个1000年前的布袋和尚啊，他竟然如此的感慨，竟然有这么多的分身，竟然还没有人能认识。我想他早就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形，所以他呢看到这个创世主呢，他的五套功法的第一套功法叫弥勒撑腰。这个弥勒撑腰一出现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弥勒撑腰在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图上也有，我们的图上呢啊也有示现这个弥勒撑腰哈啊，经典佛像弥勒撑腰，各位看到啊左上方这个弥勒撑腰。那各位在西域多的这个可能店部里面哈，也可以看到了哈，这个弥勒撑腰的像，这个是弥勒圣人哈，他在人间真正这一次呢弘传他的大法的时候呢，有一个动工哈，就是啊能让自己的身心百脉前面打开了，那第一套功法叫弥勒撑腰哈，跟着火斩千手，火斩千手的第一个动作叫弥勒撑腰哈。那这个布袋和尚在1000多年前也看到了，看到这个真正的弥勒在弘传大法的时候如此哈。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布袋和尚他没有这样，没有真正的去普渡哈，也不能讲他是已经是弥勒哈，弥勒佛然后在普渡众生这样哈，不是释迦牟尼一眼中的这个真正的弥勒哈，普渡全球的弥勒哈。也不敢称之为无能胜哈，整个宇宙的无量众生都不敢这样，不敢的是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弥勒圣人哈。就是啊，整个尊称这个弥勒圣人，他所做了一些事情呢，没有一个神哈。啊，敢承担，因为他更新了宇宙哈，啊，把一些宇宙成之幻灭的事情呢更新了，以至于整个宇宙呢，啊，不再成之幻灭，所以他当年带着千佛灵王暗主下界呢，啊，来到人间那，啊，宇宙的最低的地方哈，啊，人间呢历练哈，啊，这样历练了已经相当的时间了，现在他正式的弘传他的宇宙的根本大法，啊，成为创世大法哈，也就是大法哈，但是他。中国1992年呢，在中国呢，刚开始呢，是用气功的名字呢，弘传这部法叫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所以一般人呢，只知道气功啊，所以学院呢，只会介绍气功啊，啊，介绍这个啊，虽然是叫法轮大法呢，但是呢，却不敢告诉他们的啊，这个朋友呢，他是世人呢，他的师父就是弥勒圣人，在东方是属于弥勒圣人，在西方叫弥赛亚，又叫基督，又叫 Easter 哈，复活节的东方圣人，属兔的东方圣人哈，所以这么多哈，这么多的不敢了，以至于常人啊、世人呢啊，世人都不知道弥勒下来了。这是一个感慨了，我们也非常感慨。那当然，这布袋和尚也非常感慨。当然，创世主弥勒圣人呢，他本身也非常感慨哈。所以他只能讲说啊，这个他自己来证实自己了，
自己就是创始者来自己呢啊，正值创始者以来哈、哦，这个是非常无奈的大事。可是身为修炼人来讲，这个有一些事情是有责任的哈、哦。这个责任跟事业有关系啊，是否兑现事业呢？这个有关系啊，这个是牵扯到很严重的生死的问题哈、哦。啊，一般来讲，这个花了誓愿如果没有去实现的话，它其实是很严重的哈、哦，是很严重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提早来讲这个所谓的布袋和尚的感慨呢？我们来告诉大家，事实上，这布袋和尚誓愿呢，不只是这样哈、哦，他大藏经里面呢，特别也提到这个布袋和尚，奇怪，他身边怎么会有十八个小孩子呢？这个在大藏经的西藏经呢里面有哈，这个定印大师哈啊布袋和尚传里面有就描述到这个布袋和尚呢，他是不知哪里来哈，来了十八个小孩子常常围绕在他旁边这么嬉戏哈。这十八子呢，就是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啊，这一世传法，他出生呢在东北哈长春，就是赤头木城金鸡木。他叫木子信哈，在流波那他叫木子信，木子信就是理哈，十八子也是理哈，就是布袋和尚其实不得了，他都知道未来的弥勒佛他姓理哈，所以这个一个这么一千多年前的这些啊，其实他应该也是一个开悟的人哈，所以他在这个讲了很多诗哈。他几乎都有能点破这种类似禅宗的一些经典的类似的这种境界层次哈。只是啊，说实在的，这个布袋和尚的感慨，我们今天把它讲出来，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觉哈。创世弥勒圣人已经出来了，所以正法传万魔难的同时，也有很多哈魔难啊这些干扰在哈。正法同出，在人之间也是一样哈。当这个布袋和尚这首诗出来了，一直引导人类找到弥勒圣人哈。当然，这个空间马上就出现一些假的东西哈，所以真真假假就需要大家呢用点心。去推敲去思维、哦、那我们提到这个布袋和尚的感慨，就是讲到这个真正的弥勒圣人，他的弟子啊，确实不敢告诉世人啊，他的师父是弥勒啊，也不敢告诉世人，他们的师父呢，就是创世主弥赛亚基督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很无奈的在这里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哈、啊、当然我们的很多的视频都在谈到这个弥勒佛成大法，这个是从佛的国业修起的法哈、啊，这个已经超越所有的宗教的修炼了、啊。现在整个人类的宗教，以佛教来讲啊，都只能传如来以下的话哈，所以创世主一来的时候直接传从佛的国业修起的话啊，这个只是可以让大家啊有所警觉哈，有所那种证悟哈。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布袋和尚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感慨，真的非常非常感慨。一路过来围城到现在已经啊德华到现在23年了哈，一路过来，我们知道我们一德华的时候，一个基督教长老叫我们第一套公话说弥勒成妖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弥勒下世了哈，我们非常震撼啊，弥勒下世了，而且他传出了他千万年里面来他自己证悟的哈、啊、这个修佛。大法哈，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哈，这个其实是创世主从宇宙中带来的法哈，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宇宙的根本大法在人间传出，是因为这次千佛灵王就加些大家的来历都非常高，所以在这一次创世主真正现身传法的时候的这一世，许多过去的因缘跟他有缘的生命，通通要有人的身体在人间哈。啊，最起码能看到弥勒圣人哈，你没有真正的怎么样修呢？事实上，你看过他的时候，你有得到他的授记啊，见佛光明极的授记啊，只是时间到的话，一定会帮你救度哈，也会把这个法哈交到你面前啊。这是创世主也曾经发过的誓愿啊。那各位的发的誓愿很简单呢，下来说一定这样注视正法，帮助弥勒圣人这个创世主呢，弘传的宇宙的根本大法。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叮咛我们的同修啊，这个不是气功啊，大法不是气功，你一定要出来证实这部大法，你要站出来告诉世人啊，弥勒圣人已经来了，你的师父就是弥勒圣人，也叫做创世主，好，也就是创世主，也称为弥赛亚哈，基督哈，也是的，复活节讲的东方圣人就是属兔的这个东方圣人就是师父哈，这是创世主哈，啊，这是姓李的，木字李的，1992年在5月13在中国东北哈长春开始红传他的宇宙的根本大法哈，初期虽然是用气功呢，但是呢事实上啊这个修炼的人很多呢，一得到这部法的时候身体变化太大了哈，他就会一直嘿坚持的修下去哈。坚持修下去呢，不管在中国大陆也好，在海外也好，很多的磨难都已经过了，现在呢要前面哦，前面的红传大法哈，所以期望大家呢好好分享出去呢，也参与也订阅了我们的这个频道哈，也来参与我们微尘的红传啊，红传世界呢全球普渡哈，创作有这样哈，如果他传这部法从台湾呢开始呢，全球一个不漏哈，全世界一个不漏哈。一个人都不会落下，那我们今天秉持的师父曾经讲的这样的法语呢，我们就期望的从台湾再重新开始呢，弘传这部创世大法哈，来这样全球普渡。好，我们以创世法弥勒佛成大法呢，啊，我这个布条上可以看得到呢，创世大法的这个内涵呢，我们来全球普渡哈，那这是在创世主的加持之下，好，我们也是发的誓言要去完成。谢谢哦，所以期望大家呢，这些同修呢，赶快啊站出来证实法，证实法，好，一定要讲证实法哈，证实你的事业，完成你的事业哈，这是你的使命啊，这也是责任，那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合约里面的非常严重的事情哈。好，那创主为所有的生命，为这些大地的付出的心已经到不可思议了啊，所以现在呢其实是期望的大家呢能够冲出来豁出来的去证实化，去证实创世主以来啊，弥勒圣人以来，弥赛亚基督啊，也是的啊，这个东方的圣人啊已经现身了哦啊，大家不要忘了赶快找到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找到创世主啊，这是所有生命呢回家的路啊，真的啊，微尘呢也愿意在这里啊无私的告诉大家啊，我们也很多的资料呢也要发送给大家，期望大家能够啊赶快呢赶快去找到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啊，宇宙的根本大法啊。好，我们今天呢很简单的把从布袋和尚的感慨稍微描述一下，这个时空背景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被1000多年前的布袋和尚看到我们现代人的状态哈，这个就是弥勒圣人他的弟子呢哈，华子弥勒，弥勒华子在全世界普渡的过程里面没人知道，这就是弥勒圣人出世哈，也就是这些弟子呢都这样都把这个事情给掩盖下来了，这个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事哦，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其实就让大家能原谅哈。那我们现在在围城呢，前面的红传大法中，在鼓励同修赶快站出来、豁出来，去证实创世大法哈、创世主哈以来的天机哦。好，我们还是真的啊，感谢大家哈。今天先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